我们要开始验收一下，好吧？好。验收的部分，我看让由张宇生先生先开始啊。好。这个同学真的是可以下有的时候人不可貌相，我告诉你，他不但歌唱得好，他的这个才艺啊，可能也让你们刮目相看，令人咋舌啊。今天要表演什么特殊才艺？不知道，不知道吧？本来我是要，因为第一次来，所以要特别写了一首诗，要献给班主任。是这样子的吗？对，但是这个诗也可以唱出来，而且我建议这个诗以后将来变成本班的。本音乐教室的班歌，就是每次上课之前，只要是写得好，只要是唱起来好听呢，我们就采用，好不好？来，因为我们的定音，我就二三四，班主任，班主任，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伟人。班主任，他这算数。我是觉得他啊，这只是前面的部分，那只是前奏，后面还有，后面还有。这个班主任能不能少一点？感觉我好像像铜像一样。这是万世巨星嘛？哎，对。后面唱的部分有什么？这个是比较神话一点。哎，还有比较人性一点。哎，比较人性，比较人性一点，好不好？忘情水，G调，谢谢。副歌就好。刚刚都没套过啊？没有。需不需要一个男人？天空虽然不太陌生，他虽然不再年轻，他，但是他热情依然精神。再次，需不需要一个男人？天空虽然不太陌生，他虽然不再年轻，他热情依然精神，满脸胡子不会扎人。我介绍你这样的男人。他有你不能有的温存，你看他的双唇，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你有点紧张，别忘了。没有了，没有。先这样子，来，请回座。李正兄，你验收什么东西啊？还是没有。好，听听看。为何相爱相知相信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受，单单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缘分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我们还可以是朋友，还是朋友。本人唱的不唱片。
面这个班上，这不一定说这个人他所训练的是静态的表演，就永远放弃这种重金属的这种感觉。这个很好，很多人这个表演吉他，就是让他们装备不对。事实上，他们装备通通不对，没有装备就不会有样子。请这样子，我们点你一首歌，可以啊，好不好？可以。望春风，望春风呢，用恰恰的节奏，用这种重金属的弹法，大家可以听出这个旋律的，而且还要加阿布，好吧？阿布要先接你，我先阿布，然后阿布一玩就直接接麦了。曾先生，好，刚刚费玉清这歌呢稍微带动了一下，嗯，因为观众呢，像我们看到很多观众啊，对，你有没有做过演唱会，有碰到就是有些是你随便一动他们就哦就很开心，有，其实都是跟我们年纪比较相仿才有办法。我们以前在义工队的时候到过一个地方，那里的人根本就带不动，也有这样的人，爱心之家。你这一句话硬是带动了很多人。要是我呢，是属于就是，如果带不动，我就是不达目的死不休的人。非带动唱评剧嘛。对啊。唱评。我的儿，他不叫母恋神啊。天天明天。哎呦。怎么我随便唱，真的还带动了？带动了，带动。原来都是爱心之家的朋友啊！刚刚费玉清带的那个歌啊，你们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啊。费大哥，他那个叫做一剪梅啊。一剪梅，你居然被人家称为创作型的歌手，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歌再重新创作一下？可以，没问题啊。真的吗？后面听一听，觉得说这个歌其实。因为它是小调的，小调在音乐上面来讲就有很多种的变化。我比方说 blues 就很适合 ，blues 也可以唱这个歌，蓝调，马上改一下好不好？好。雪花飘飘飘，北风萧萧，天里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其实真的蛮好改，这 blues 的感觉真好，对对对，其实是这歌真的蛮适合这样唱的。可见你真是创作型的歌手，不是开玩笑。后面几位就不太好，不是那个伍思凯，你有办法改吗？我啊，这首歌你有办法改吗？我当然会更好啊！我们先让他来，没有你的，来来来试试看。当然他刚刚改完，他这个不得了啊！他这个哈，这个只吸引某些部分的观众群。我这个比较属于这个皆大欢喜型，他是属于爱心之家，我是爱心之家。这个，这个要唱这个版本哈，我唱这个快速的爵士版本。爵士，来弹号码，弹号码，来，大家舞，大家舞。这个爵士的叫修比毒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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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修比毒瓦，修比毒瓦，修比毒瓦，试试看，大家最好一定要修一下，修一下，好，拜托大家修一下啊，好，看看，修一下。这歌可以改。
改成这样。真情像草原广阔，咻比嘟啊，咻比咻比嘟啊，层层风雨不能阻隔。咻比嘟啊，咻比咻比嘟啊，总有眼看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咻比嘟啊，咻比嘟啊，咻比嘟啊，我不行。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成那个爱心之家的人。大字报没有啊，大字报抽错了。这个张雨生啊，非常这个啊，你的歌还没唱，班主任记得很清楚。是，谢谢班主任。哎，把气氛带起来以后呢，然后让那个张雨生给我们来唱这个他唱片里的主打歌曲，曲名叫做《再见女郎》。啊，再见女郎，再见女郎，鼓励一下。他想走就让他走。流来流去流成愁，求他的话我说不出口，爱他就要任他自由，他想做就该他做，你守到最后也没有用，感情再长就不再强求，爱他就要任他悠悠。我刚刚应该要改这个 Shubidu 啊。对呀，就最后我没看很能够接得上那个 Shubidu 啊的感觉。哎，哦，这个歌是什么意思啊？是奥运指定歌曲的。好，请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是张雨生。哦。今天特别精彩，每个人都好像很卖力，因为暑假到了，这个年轻朋友们呐，对于节目的这个要求也更会严格。对。您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嗯，我带来了我，哎呦，带来您啊，不，好，电子鼓大家来玩一下吧。这是贝斯 solo 还是？再弹五分钟，你要看他，现在是他 solo，是他的啊啊啊，是这边在 solo 啊。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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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不错还不错。哎，因为也大家也听不太懂，对对，拖延一下时间，很好。接下来介绍阿美美，班主任好，大家好。你们两个人出来这个出唱片，是不是也是张雨生哥哥帮你们？对对，也是啊，制作。还有，那我们先请张雨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哎呦，现在我们张雨生先生，你要知道，是是是，在我们歌坛上面，那现在有一个雅号啊。叫做音乐教父啊！啊，哪有啊？这真是不容易，不容易。不是，谢谢飞哥，都是飞哥的赞。阿妹呢？你看他第一首歌《姐妹》是跟后来的这首《Bad Boy》，《Bad Boy》也是你的这个手笔。对，后来就他做制作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是您这个啊，有我写了很多歌。啊，他们两姐，他们三姐妹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长得不一样。这不是废话嘛，对吧？而且是长得不太一样。那当然，每个人都不太，每个人的音质也都不太一样。音质，我是指这一方面，才艺方面呢？才艺方面，他们两个还比阿妹还活泼，还活泼。对，因为他们两个更年轻，然后更爱跳舞。音乐一来，其实我刚刚真的也很怀疑他们怎么没有冲出去跳，就很奇怪。他们俩已经脚都已经在那边抖了。是啊，然后一摁是没有出来，就是没有出来。那他们两个人，会不会给阿妹？严格上讲，都是你制作的，你觉得会不会？他们会不会给阿妹带来威胁，或者是阿妹会不会，也影响到他们俩？会，可能阿妹对他们来讲压力比较大一点，因为姐姐这么好，唱片这么成绩这么好，那他们当然也会希望说成绩不要太差，希望能够好一点。可是这次他们的音乐都不错，
音乐都不错，都非常的好。哦，那是你做的，你当然是这样讲。教父可以说是这个百万制作人，帮张惠妹那个塑造成功之后的唱片呢，订单是应接不暇的，一直在推。哦，一直在推。对，那你自己这唱片出不出的？要出，我现在就是来出新唱片。啊，真的吗？对对对，来推荐新唱片。哎，今天那这个以这个百万大师的身份呢，给我们不听一下，你的歌声也很特别。是，嗯，真的真的。啊，您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新歌，歌名叫做《口是心非》。口是心非，我们听听看张雨生先生的歌。谢谢。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都随着西风飘飘远走。痴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也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教父，来来来来，张雨生先生，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个即兴的吉他演奏的？对，模仿一下。模仿。国外有一些很多黑人，好哎，他们就在街头就即兴蓝调起，王李炳辉唱的一些当时他们自己的心情。李炳辉啊，对，金门王，他们也是国外。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给我们带来什么？黑人即兴。听听看黑人即兴怎么表演。好，it's a story my friend told me a few days ago. You know my friend, Zhang Fei, he's the most famous TV program host.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V program host in Taiwan. This is the story he told me about his love. Yeah!My baby left me few days ago. My baby left me just a few days ago. My baby left me few days ago. My baby left me 'cause I'm old and fat.Say, few days ago, he wants some handsome young little fella. My baby say he can't understand English, but he wants something, something very new, very from the album. My baby, few days ago.He say, is there I am now too fat and too
不是，你那个自由版怎么会跑到跟你后来的 key 不一样？这个就厉害了，刚刚那种感觉很好。谢谢我们张雨生先生，谢谢。